图160操作视频教程，配置清单，飞行前准备，安装飞行器电池，打开飞行器开关，灯光闪烁，等待对频。打开遥控器开关，飞行器会与遥控器自动对频，两边摇杆同时拨往右下，校准陀螺仪。飞行器灯光闪烁后常亮，表示校准完成。上推左摇杆即可解锁，一键起飞，上升，下降，左旋转，右旋转，前进，后退，左侧飞，右侧飞，长按一键后退，按下速度档位，遥控器第一声为低速档位，遥控器滴滴二声为中速档位，遥控器滴滴滴三声为高速档位，按下翻滚按键，拨动右摇杆，一键降落，手表控制，前进，后退，右旋转，左旋转，打开飞行器尾部的风口，使用水平加满水，盖上风口，短按喷雾按键即可开启喷雾，再次短按即可关闭喷雾。充电演示，将电池连接电源线，连接电源，指示灯红灯常亮，表示正在充电，充满电后灯光自动熄灭。更换封叶，使用螺丝刀拧开封叶上的螺丝，取下封叶，注意区分 AB 标识，将对应封叶安装上去，拧紧螺丝。